呀，哎，那不是那这一动静是咋呀？回家呀，回家。我还没讲起床了，那说。那咋能回家呀？俺搁这不对呗，俺这觉得看着这家刚，我搁这回家住吧。等小妮说回家。爷都搁这待了两天爷啊，那个要回家，搁这过年了叫恁。别这不中，爷这眼不中。慢点，搁家别往那家走。哈哈，俺家那姐快走。看这路上不对呗，你儿别了我，你爷一走还把俺啥还得给俺带走啊？俺带走，带走。你俺来请我也给你接来，那家有点多住几天了，恁爹挺好，走啊。看着往那家往家吧，俺家那啥给家。小爱，哎，你看着，你看俺爹娘咋了？咋了？那手术要走啊？回家呀？走了。啊？是我成了不好的？不是你，那时候就是待着，在这无聊别了我，那让他回家。你咋整啊？那要把电孩子还整走，你得也过年了，家搁这住到过年了，这挺好。哎呀，这买些菜的屋里心难过，听俺爹娘一走就都没几菜一带走，这买些龙虾也花了，回家过年吧，跟俺爹娘回家整点孩子收拾。女儿，嗯，在我姥姥家过年。行，在姥姥搁这住两天不奇怪，还得把这一家人给带走。走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拜年！赶紧吧，快点拜年！啊，就把孩子也一张装箱子里边走啊！娘，你，哎呀，你看，新妮儿，妮儿，月月，明天老爷给你戴上帽，在回村都有个村的人。哎，谁也扎点辫儿，谁还没梳点辫儿了，妮儿？哎呀，妈，走，梳点辫儿了。你回家带过好几个娘，我这俩人都拿下来了，我这还有个小子了，这几个小块儿跟那儿拿去了，回家走吧。对，有没有想东西洗？我爹俺爹跟他吃了带带闹起来，不知道咋回事了，整个系列了，孩子收拾好了走。哎，到家了以后炒个菜吃个饭，你不是好吃吗？这几天，你也吃饭呢？吃饭点，我学的挺懂事啊。默认。哈哈哈哈哈！那过年我得多野点，这个是戒野的菜，虽然是卖相不好看，但是比除了卖这个菜好吃多。嘎嘣脆，不对，那是新鲜下来的野的呢，不是腊八蒜。俺爹爷拿那个是我的野的腊八蒜。你搁那过年吃包子的时候吃。腊八蒜。嗯。吃饭。好嘞。